选择客人是一个非常策略性的决定，对一个品牌或者是一个餐厅经营者。好，那当然有时候那个球不在你手上，你不得不接嘛，或者你不得不发啊。当球在你手上的时候，你需要慎重去处理。意思是说，假如我的生意、我的顾客群经营能够稳定，球在我手上，有些球就可能就不接嘛。不接有不接处理技巧，应该搞得天怒人怨。那假如你要接的话，我给他的建议就是说，技术上不要去改变你目前供应的产品的品或单价，尽可能把它技术上转移到下一次的销售，因为你可以给他一个折价，是下次来你可以怎么样折价的方式，不需要去改变你现有提供的服务或产品。我们宁可说好，那你这次是这个价钱，我给你几个折价，这个所谓的免费下次来的时候，那好处是什么？我维持我应该有的